哎，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VMware Rex 王，很开心，也很荣幸呢，今天可以来为跟大呃，可以来为大家报告这个属于 VMware 的一个现代化应用的开发方法论啊，Swift Mesh。那一开始之前呢，简单来说明一下哦，就是说为什么 VMware 在这个时候呢，突然开始大举的来讨论所谓现代化应用以及所谓的容器平台哈。台湾大部分的朋友似乎就是不太理解 VMware，还有另外在开源社区以及这个应用开发部分呢，有大量的投入哈，对于这个开源社区有很多的贡献。举例来说，他在2009年，在这个 Spring 创办6年之后呢，2009年他就已经将 Spring 收购为旗下的一个团队哈，然后也大量投入资金。以及非常专业的软体开发工程师哈，在这个 Spring 团队里面，那在这个2013年呢，他又收购的这个像 Pivotal Labs 啊，那待会后面我也会有一个比较详尽的说明哈。我们再看到就是我在要介绍的是说今天要谈的所谓的 Swift Mesh 哈，那 Swift Mesh 其实源自于 Tensu Labs，也就是Pivotal Labs 哈。那这个我待会来介绍一下 Pivotal Labs 以及这个 Swift Mesh 的详细的内容。好，Pivotal Labs 在1989年呢，是由这个 Rami 呢在矽谷创办的哈。那在一开始创办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目标都是在协助矽谷当地的一些新创公司啊，有一些公司在一开始，募集资金，可是在人力啊、技术各方面还不充分的情况下呢，我们就来提供，这个技术上面的支持啊，然后来提供他们开发一些核心系统，啊，那个服务的客户涵盖的像是 Google、Twitter、Airbnb 啊、eBay 等等哈，各行蛮多的不同的行业。那这个在这个所谓矽谷的很多新创公司里面呢，新创的领域里面呢，Pivotal Labs 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公司哈，一个软体开发公司。那在这个Pivotal Labs 在后续这个在2013年的时候呢，由 VMware 以及EMC 再加上 GE 把它就是收购之后呢，再成立成另外单独一家Pivotal Software。啊，在2013年的时候成立的啊，那2018年的时候呢，它在纽约证交所上市上柜的这个 IPO。那我们的这个2019年呢，VMware 有一些大战略的考量呢，又重新再把 Pivotal 呢，纳为这个 VMware 的一个部门，就是所谓的 MapBU 啊，然后再加上像是 Binami，像是这个 Heptio。最后都是在MapBU 这个团队之下哈，那Pivotal Labs 呢也因此呢改名成为所谓的 Tensu Labs 啊，那一样的哦，它是有超过750位的顾问，那遍布10个以上的国家哈，那有每年要进行450个专案。那过去 Pivotal Labs 的要求是所有的这个专案呢是要到他的办公室去进行开发哈，他们有一个一定的要求，那他有一定的这个就是说整个方法论呢，都会在那边做 implement。可是，以我们现在的做法是，也是有很多客户希望说，我们可以到客户现场哈，到客户办公室去进行协助哈，这也是一个新形态的一个服务，我们叫做 APPTX。好，这是 Pivotal Labs 的部分。那为什么会提到 Pivotal Labs 呢？为什么就是说，我们会今天会谈到所谓 Swift Mesh 呢？Swift Mesh 它其实是里面是涵盖的一部分的领域驱动设计啊。那领域驱动设计，我一开始我会接触领域驱动设计是，我的同事跟我说微服务怎么开发，就是说有一些内部教育训练，然后有一些内部的交流，那。有一个无意间，我发现，哎，领域驱动设计的这个作者呢，这个蓝皮书的作者 Eric Evans 呢，在致谢的部分呢，有提到我们的创办人，好，Pivotal Labs 的创办人 Rami 啊，他感谢 Rami 提供他大量的材料以及提供他意见，让他可以完成这本书哈。
简单来说是这样子。那这个里面呢，另外提到他说这个领域驱动设领域驱动设计这本书里面涵盖的敏捷方法论，它是以这个 extreme programming 哈，就所谓极限编程作为它的一个样本一个蓝图哈。我们在这个十几年来的这个客户的协助客户应用开发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在也大量使用领域驱动设计。最后我们同事们呢归纳出了所谓的 SWIFT-MESA。SWIFT-MESA 呢，它这个原则上它有七个步骤。好，那这个七个步骤呢，为什么会有这个七个步骤的形成呢？其实就是期待有志哈，都是一个专案一个专案累积下来的哈。那最后是有这样子的呈现。那这七个步骤有哪些呢？很快的，我们看一下。那定目标，然后要做 event storming。好，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DDD 哈，很多人说所谓做 DDD 都是在谈event storming 哈，其实 DDD 还有蛮多的涵盖面哈。那 event storming 当然是 DDD 一个后来发展出来一个重要的需求以及分析的手段哈。再来是找到 bounded context， 第四个步骤呢是一个我们所谓的 Boris exercise 哈。那这个部分呢，这个后面我可以再跟大家详细的介绍哈。第五个步骤是 Snap 1，就找到更细的规格。第六个步骤真的开始进行程式码的开发。第七个步骤呢是找到所谓的deny 的 pattern 哈，跟这个云原生现代化的这个pattern 哈。好，第一个所谓的定定目标呢，我们其实会遇到很多的挑战。我相信各位朋友你们也是哈，你们在这个你公司的这个很多的这种会议也好，或者是说这种需求讨论啊，这个老板大部分都会问说，那到底能够得到多少好处哈？对，到底我为什么值不值得做这件事情？啊，我们在评估这个成效的时候，是从五个 S 来考虑哈。就从这个security 啊、speed 啊、stability 啊，以及这个 scalability 以及这个 saving 这五个 S 的面向啊来讨论。我们很快进入到第二个跟第三个步骤哈，所谓 event storming。那 event storming 其实是一个DDD 在领域驱动设计在后来才发展出来一个方法论。那这个方法论其实重点在于说，我在这个以时间为横轴，然后我要找到所谓的 happy pace。然后这个 happy pace 呢，我们把所有的使用者以及这个开发者关心的事件呢找出来，然后从业务的角度来找出来。那其实包括像微服务也好啊，这或者说这个新的形态的应用开发也好，其实都已经开始要求开发者呢要更在乎所谓的业务上面的发展啊。那为什么要在乎业务上的发展？哈，甚至于就是说，极限编程要求就是说，你要程式码能够展现意图。哈，主要原因在于说，过去我们在开发应用的时候，常常会跟这个业务脱钩。哈，就是说，我们工程师会有一个工程师的理解跟想法，那我们可能就套用新增、修改、删除、查询。那新增、修改、删除、查询，在时间一久之后呢，其实并没有展现业务企图，你会不知道说。这到底为什么要修改？好，这个修改的原因可能很多，可能真的是单纯资料修改，甚至于可能是比如说，有一本书上的例子就是，选课系统，我换课程的时候，我加退选，我要修改。那如果你要 update 啊，你的这个历经了几年之后呢，你要调整这个东西的时候，打开这程式码，你发现它在 update，可是你根本不晓得它是在加退选。好，诸如此类的哈，或者是你的订单系统里面的refund reversal 哈，你都会遇到一样的困难。好，你都会遇到一个同样事情，就你已经忘记这个到底当时为什么 update 啊，或者说你看不太出来，或者你要花更多时间去理解它这个操作的内容啊。因此，我们开始会比较期待，就是说我们的程式码呢是跟业务相关啊，是可以从程式码看出这个业务企图哈，这是一个最理想的一个现代化应用的一个要求开发方式。好，那在这里就是刚刚提到，就是说在 business 的 capability 里面哈，我们是会要求这件事情哈，这个是领域驱动设计的一个蛮大的特色哈。那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开始要去鉴别，就是说这些事件呢，会不会跟哪些业务呢，是有一个所谓的脉络，有一个关联性哈。这个脉络，这个关联性呢，是放在一起的话呢，
那就是一个所谓的这个界限上下文啊，限界上下文。这个翻译我常常都搞不清楚，这个是一个很多简体字、简体书上面的翻译哈。那曾经也有看过一个翻译是蛮好，就是脉络哈，就是说同一个脉络、同一个相关的事件呢，应该被放在一起啊。这边我们这边画出来就是business capability，好，类似的这个就是说相关的事件被放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理解到这个里面呢都是一个业务逻辑上哈，business logical 的一个收集哈，一个集中。那这个集中的好处，其实它就是变成是第一个，当然它可以找到做成微服务。那其实微服务就是要做一个所谓这个业务逻辑的内聚嘛。那你当你把它集中在一起，你就是内聚，那你就可以跟旁边的其他的业务逻辑呢做解耦合。好，简单来说，概念上是这样子。解耦合的目的是什么？我就是为了改变。好，我们当然也希望微服务呢，能够让我更容易去在未来呢进行改变。好，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大家为什么想要谈微服务的一个重点。好，我们进行到下一个步骤呢。当我找到的一颗一颗微服务之后呢，我就会有一个所谓找到。我就开始来思考，就是说每一个微服务的互动方式，它可能是同步，可能是非同步，哦，有可能很多的不一样的需求，哦，可能是你需要用 MQ 类的这个产品，哦，来当做讯息的传递，或者是用这个所谓的 RESTful API 来做这个呼叫，哦，那这个都有各个不一样的优缺点，哦，那我们在这边就开始做一个思考。这边另外有一个比较特别，也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是，这里就开始渐渐的跟领域驱动设计的要求是脱钩哈，因为领域驱动设计的要求是在这个地方，event storming 的过程当中，我是不谈所谓的 smart UI，可是，在我们这里呢，我们是有一个妥协的做法哈，因为还是蛮多客户会，他没有看到 UI，他还是有一些担心的哈。虽然领域驱动设计要求的是所谓的，这个domain model，不是用所谓的 data model 来开发。那因为在这个有一些地方呢，蛮多客户还是会希望说，他这边也开始思考他的 UI。那再来就是说，这边也开始思考他有没有一些外接的系统啊，把一些这个把这些需求呢做一个厘清。那为什么叫 Boris Exercise 呢？这也是一个另外一个有趣的故事啦。因为 Boris X 当时在发展这个方法论的时候呢，想要帮这个方法论取一个名字哈，只是想了很久想不出来。那这时候呢，说时迟那时快呢，在这个收音机传出了一首歌，叫做《The Boris the Spider》哈。那这是一首英国的合唱团 The Who 唱的一首歌。那这首歌其实听起来蛮诡异的哈，就是这个旋律啊、节奏啊，都还蛮特别的哈、哦。你有兴趣的朋友，你们可以在 YouTube 上找来听听看哦。那也某种程度也可以说明，就是说老外取名字也是足够幽默了哈、哦。他看到什么就取名叫什么哈、哦，听到什么就取名叫什么哈、哦。那这个 Boris Exercise 在这里其实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啊、哦，只是我们很清楚，它是在归纳这个每一个服务之间的互动方式。好，再进行到下一个步骤叫 Snap 一哈。那 Snap 一，你可以看到右手边就是刚刚前一张的 Boris Exercise。我们在这里 Snap 一的一个很大的关键跟重点，就是我要把这一个每一个服务呢，摊开来看，就是说每一个服务我刚刚已经归纳好的服务的这个细节啊，就是说它都有什么 API，它是 producer 还是 subscriber 哈，然后还有什么 user story，它要不要借接资料库？然后它有没有外接的系统，有没有这个风险哈，等等等哈，开始要把它做一个细化的讨论。那这个细化的讨论其实非常重要哦。这个细化的讨论其实已经准备要写程式码了嘛。这个是所以说在这边的讨论呢，其实是会关系到后面的程式码哈。那还有一个很大一个重点，这一路以来呢，我们做的所谓 event storming 啊、Boris 啊、Snap 一呢。这上面的这些包括API 的命名啊、变数的命名啊，然后很多事件的这个称呼啊，user story 上面命名的，我们应该都是要用上面的这个字，这些命名的来呈现在我的程式码里面。好，那呈现在程式码里面，就也就是说，对于开发者，你是不需要再额外
花时间去重新去思考那些命名啊，这重新在那个，所以在这个上面的命名呢，就是也是一个大家的共识嘛，这个在 event storming 里面叫做统一语言嘛，好，然后把这个流程的共识找出来，然后把这个统一的语言呢定下来，那就可以拿来作为开发之用哈。这个是在这个event storming 哈，从一路从 event storming Boris exercise Snap 以来哈，才会需要就是说让业务单位以及这个开发者呢一起来看哦，一起来思考啊，一起来讨论，然后归纳出大家的共识之后，可以写成程式码。好，我们进行到程式码的开发部分。程式码的开发部分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们的Tensu Labs 呢，它的 deliver 呢是要求是所谓的 TDD 测试驱动开发。那测试驱动开发，很开心，就是说在台湾在这几年呢，已经开始越来越多的人谈测试驱动开发，很多公司开始关心这件事情。那也包括很多讲师、很多书籍已经在上面有一些的论述哈，以及琢磨哈。过去我在介绍这个方法给台湾的客户或者是老师的时候呢，是有老师直接当着我的面跟我说，台湾不可能有人这么做哈。那不过时至今日呢，其实你可以看到台湾开始越来越多人这么做哈，这个也是一个很进步的象征哈。那测试驱动开发其实要强调的事情，应该说它不是只有测试方法哈，它当然是透过测试这个角度来思考啊，你的这个production code 怎么样被开发出来哈。那它不只是一个测试方法，它更是一个开发方法。那从简单开始，它一开始并不会去就一开始就思考用什么 pattern 啊，用什么设计啊，它是从最简单的方法开始哈，满足需求为开始哈。那从 production code 外面的角度来思考整个 production code 应该怎么被开发出来的，然后 test code 呢，就从简单到难哈。那 test code 是可以执行的最好的规格哈。那再来就是说，当我这么做的时候呢，其实我是用这个所谓的baby foot， 就是说一个一小步一小步的去把我的从 test code 呢长出我的 production code 哈。那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呢，其实是比较安全而且比较可靠的哈，完全可以避免改 A 坏 B 哈。另外一个呢，我有 test code 呢，我可以我及早测试嘛，那我可以就是避免到 SIT UAT 才开始 debug。为什么？因为到 SIT UAT debug 呢，就会比较多的成本哦。因为你要启停，你要通知周边的 surrounding， 告诉他们说，我待会要重新上一个版，因为我刚测试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哦。或者是说，当我测试很复杂的时候呢，你就不容易找到问题哦。如果我可以在我的测试驱动开发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可以先把这些 test case 写好，那我可以至少我可以守住，就是我手上的这份的这个逻辑是正确的哈，降低以后查找问题的这个时间。然后有 test code 的保护呢，其实你也更容易进行重构哈。重构这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哈。你可能很多系统其实应该理论上啊 ，Martin Fowler 说这个重构应该是一直从系统被开发出来到最后 sunset， 就是说已经不用的时候呢，都应该要重构哈。这才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哈，那也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软体真的变得更软哈，而不是像硬体一样很难改哈。这是一个所谓测试驱动开发哈，它是一个不只是开发，更是一种不只是测试，更是一种开发方式哈。好，那我们再看到就是说，我一直提到我们公司在我们的公司的方法论里面呢，一个极限编程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实践的团队哈，在以 Tensu Labs 来说是一个极限编程的实践团队。那极限编程的这个简单设计呢，也在这边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哈。这个简单设计是一个还蛮重要的概念啊，因为我最近常遇到一些客户，他们在比如说他要谈所谓中台，大家谈所谓的这个他要谈这个所谓的这个新应用的开发改造或者是微服务，那他可能就会说，哎，他需要什么架构，需要什么pattern 啊，需要 CQIS 啊，需要读写分离，
巴拉巴拉，需要好多东西都在这边就一开始就开始在想哈、哦。可是其实很多时候、哦、我们在开发系统，应该是从最简单开始会更清楚哈、哦、你未来的发展哈、哦，而不是在还没有开发的时候就已经先预设想好你要什么 pattern 哈、哦，或者是要什么架构，这是有点不太 make sense 的做法了、哦、那这个是所以说在极限编程里面的这个简单原则呢，是还蛮重要的。那另外一个原则就是所谓的要通过全部测试嘛，哈、哦，这个上配合这个所谓的 TDD 哈、哦，都是要经过测试的哈、哦。然后程式码能够表达意图，那表达意图这个刚刚也有提过哈、哦，在领域驱动设计呢，其实不约而同也提到，就是说我们的程式码要表达意图哈、哦，要展现出业务行为哈、哦，展现出业务企图啊、哦，这个是都是很重要的。那不重复不多余哈、哦，这个跟这个所谓的这个快味道哈、哦、也是有相关哈、哦。可能有时候我们会写出又重复又多余的程式码哈、哦。那我们如果可以尽量来 follow 这个所谓的极限编程呢，其实这方面呢是可以获得一个很大幅度的改善。好，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另外一个，这个是台湾更少人能够落实的一个方法论哈、哦。以我们公司来说，我们公司一定是绝对编程哈、哦、，pair programming。那 pair programming 其实有蛮多好处哦。虽然我知道台湾蛮多的主管，他看到 pair programming 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哎呀，这个一个人做，两个人做一个人事情哦，这是不应该的啊、哦，这个浪费人力。可是其实他的操作方式是这样子的、啊。你可以看到画面上，这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广告影片所揭露出来的一个画面，这也是实际的工作画面，然后就是说有两个人呢，他有同时在看同一个画面，然后他是两个萤幕、两个滑鼠、两个键盘，然后一台电脑在看同一个画面，然后他们在互相讨论，哈，那这个过程其实是除了开发，其实也是一种互相查找问题，哈，互相对品质把关的一个过程、哦、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常常写程式，写着写着可能会落入一个迷失，然后找不到问题，然后或者说明明应该是我想象中的答案，只是为什么就是会不太一样、哦、有一点点落差，可能就是一些低级错误、哦、像我们常常会写出一些低级错误的程式嘛，那多一个人同事来帮我们看的时候呢，他其实他会用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个眼光一起来看你的程式嘛，那也许可以帮你找到问题、哦，我们常常开玩笑说，人的眼睛的设计是容易找到别人的问题嘛？好、哦，所以利用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利用人的一个特性哈、哦，来达到你的这个程式开发的效率哈、哦，那提升交付品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哦。再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团队中的技能可以互相交流，因为敏捷开发有一个蛮重要的关键，是一个就是说能够交流、能够开口、能够跟对方就是说愿意把自己的问题说出来，然后也乐于协助别人的一种开发体验、啊、那以我们公司来说的话，要能够进入到所谓的 pair programming 的团队里呢，它是需要经过一定的测试，就是说他会希望这个人是能够交流的，而不是说很会写程式他就愿意让他进来，而是愿意能够协助别人，也愿意接受别人协助的开发者才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这是我们公司在培训协助客户培训的一个很大的重点。再来就是说，因为这样的交流，那这样的交流呢，以及就是说他的工作模式呢，他是不断滚动的去两个人可能两两互相的这个配对结对，那它是一个轮流配对的一个过程，然后呢每个人呢他也可以历经到不同的功能、不同的模组啊，去做这个不同模组的这个开发哈、哦。那也就是说，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呢，其实大家的 skill 呢以及对这个系统的理解会趋近于一致。那每个人都可能会历经到前端，历经到后端，每个人都可能会历经到 DB， 每个人都可能历经到不同的角色以及不同的功能模组。那也就是这样子的话呢，我的对于这个整个系统的理解呢，其实大家会趋近于一致。好，如果大家的程度水平是比较接近的，我们很快就可以趋近一致。甚至于就是说，在不同程度的工作伙伴加进来之后呢，也可以因为这样的
滚动式的这个合作呢，让这个水平慢慢慢慢提升上来哈、哦。那在这里面呢，其实成员最后他可以变成可以互相备援哦。如果有人休假也好啊，离职也好呢，也因为我有这样子的经验之后呢，我是更容易能够去接手别人的工作。那这样子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也无形中降低人员流动的风险哦。这个是很多管理者很担心的事情嘛，很多系统可能谁哪一个很重要的人走之后，系统就垮了哈。这个是常常时有所闻呐哈，当然不见得会垮啦，或者是会救得很辛苦。当我用了 pair programming 呢，可以降低这样的问题。另外呢，有的人呢，就是说以我过去的经验呢，这个 pair programming 就是说，常常会有一些老师傅，他可能在这个系统已经运作，就是维护某一个功能已经维护了超过5年10年以上，他这个功能非常非常熟悉。从此之后，他不希望人家动那段程式嘛，然后只有他能动哈、哦，也就是间接的就变成他个人资产哦。那变成个人资产就是问题，他可能休假或者是他不在的时候，你去改那个 bug 啊，或者去调整一些功能啊，他可能会不太开心哦。这个总是会有一个不开心的状况出现哦。那如果我用滚动流动的方，就是说互相搭配，而且是滚动的历经去历练每一个模组的开发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避免那个程式码变成个人的资产哦。这是一个还蛮鼓励的一个手法啊、哦。这是也推荐给大家哈、哦。那不管是你们要在家里就是说在公司实作，或者是说由我们来提供这样的服务的时候呢 ，pair programming 都是一个我们很建议的做法哈。好，我们进到第七个步骤呢。第七个步骤我们要谈的是所谓阶层架构以及整洁架构、哦、那左边的阶层架构应该是一个很常态的发生的事情、哦、就是说很多朋友你们可能会已经接收到学长姐或者是你自己现在在开发，就是用所谓的阶层架构的方式。那其实阶层架构也没有不好，其实在Martin Fowler 那个 Enterprise Architecture 里面其实也是有提到阶层式架构、哦。那这样的划分其实一开始是很完美的、哦、就是说 Web Presentation 啊 Web 那层归 Web， 那你的这个业务逻辑全部写在 Service 里面，然后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持久层呢，持久化、哦、对资料库的存取呢，全部写在 Persistent 这一层里面。可是其实虽然这样规划，可是有时候呢时间一赶，或者我们对于这个相依方向的不太重视，不太关心的话呢，最后这三层呢可能要么变成一大层，要么就是它的这个耦合情况会非常变得非常复杂、哦、举例来说你手上的系统这个如果要换 database 会有什么问题，可能因为你的这个 persistent 这一层呢，你深度的使用了这个这个资料库的很多查询特性啊，或者是一些操作特性啊，那你间接的其实也被资料库绑住，然后你的 service 又针对这个persistent 去写代码的时候呢，其实你可能就是利用太多这样子的特性呢，或者是说这个架构上不清晰呢，你基本上你的这个系统呢是可能是为了某一个资料库而开发出来的哈、哦，就会变成这样奇怪的现象。因此呢，有人就提出了所谓 clean architecture， 或者是六角形架构，或者是洋葱式架构哈。哦，那当然在最近这几年呢， Uncle Bob 是把这个 Clean Architecture 呢写了一本书，用他的论述重新再阐述哈、哦、在这个再来谈他的这个 Clean Architecture。 那原则上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Clean Architecture 它是很清楚的是把 IO 放在最外层、哦、他认为 IO 是一个最不重要的、哦、就像 Web 啊，像 UI， 像这个外界的系统 database 任何装置都应该是不属于业务核心。那业务核心应该是被放在最里面，像 use case 跟 entity 就是所谓的蛋黄区，就所谓的业务核心。那过去我们可能写在 service， 可是其实时间一久，你可能连 web 也有，然后连 persistent 的持久层也都有你的这个 business logical， 就是你的业务流逻辑跟流程都到处都有。那因此呢，他就提出了这个所谓 clean architecture 来试着去让我们的程式码呢更简洁，更容易被维护以及发展。那在他的书里面呢，其实提到的所谓的Sally principle， 那 Sally principle 一开始当然不只是五个原则啦，他还有蛮多个，
只是在最后面被归纳到剩下这五个。那每一个原则的第一个字母呢，就是最后被归纳出所谓 solid 的、哦、就是这个英文单字、哦、那其实你在应用上面的频率，或者是说你的这个能够遵守的呢，其实不见得是按照这个字母顺序的、哦、只是在说我们公司其实在 YouTube 上面有一个 Crypto Labs 的同事，他上去讲的就是说，哎，其实这个顺序好像不对哈、哦，因为他用最多的顺序正好跟这个顺序是不一样的哈、哦。其实我觉得用最多可以 follow 最深最多的，应该就是像是单一责任、开放封闭以及依赖反转哈、哦。那这时间上的关系呢，我就只讲讲少部分的这些原则哈、哦，跟这个架构。其实单一责任从这画面上看起来，就是说过去这个我们可能把很多的服务呢，很多的这个功能呢，写在这个同一个服务里面。那以单一责任来说呢，它叫做每一个改变只有一个理由、哦、通常蛮多人会喜欢说，哎，那我某一个服务是共用，大家一起来用、哦、其实一起来用当然很棒啦，这个某种程度是很美好，可是一起来用也会有一起来用的问题、哦、比如说中间有一些规格改了，那一个部门规格改了，其他部门如果不改嘞，好，那你到时候就会变得里面有很多判断师去判断说，哎呦，这个某一个部门进来用这个服务的时候，应该是走哪一条路，另外一个部门又另外一条路。那如果你发现你的程式码是这样写的时候，其实你会有一个风险啊，你可能会改 A 坏 B 啊，你可能会改错啦，或者是这个没弄好，好，或者是大家都一起要启停这个应用，好，重新把这个改好的服务放上去，这个会变得很复杂。因此呢，你看这个图的左手边是单一个 service， 在右手边我就把它切成两个 use case， 那至于叫 use case 跟 service， 这边我就没有特别的详述，可是就是要做一个区别，就是让你知道说，哎，我可能某一些特定的任务，就单一责任，就是说我是针对哪一个这个功能开发的，我就把它单独被写下来，就被把它拆开来放，这所谓单一责任，简单来说是这样子的，其实也是尽量避免这个改 A 坏 B 嘛。那再来就是说，另外一个就是说依赖反转、哦、或者是什么反向相依、哦、这个都有人翻译啦。过去我们在左手边可能是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大家用了 Spring 的 framework 的关系、哦、所以我们在写这个 entity 跟 repository 的时候呢，持久层的时候呢，通常会把它放在同一层的 package 里面。那放在同一层 package 里面的问题，其实这个是一个有趣的一个方法啦。你说它有一定的错误吗？其实也不见得。可是如果认真来说呢， entity 应该是属于蛋黄区的，就是核心那一层，它跟这个 service 应该同属在于就是说你的领域知识领域核心里面的。因此呢，把 entity 往上提升到跟这个 use case 同一层。好，那这个另外一个角度是说，我如果在开发的时候呢，在 GOF Deny Pattern 那本书其实就有一个口号叫做就说要针对界面写程式，不要针对实作写程式哈、哦，因为这样子呢，你可以避免被绑定嘛。就像刚提到，你可能是为了某个资料库所开发出来的一个系统，那如果我是针对界面写程式呢，其实我就可以很容易的怎样抽换下面的资料库。我可能就不会被它绑定。那另外一个呢，我也可以在于这个资料库还没有 ready， 就是说或者我没有接在公司的 intranet 里面的时候呢，我可以用一个 fake 的 repository 去做操作。好，这个是可以办到的哈。这个也是一个可以做的一个方法了哈。这个是一个建议做法哈。那这个是所谓的依赖反转啊，依赖反转也就是。也可以让我的这个相依方向是做了一个很大幅度的改变、哦、以这个来说的话呢，以 Clean Architecture 来说的话，它要求的事情是你的外面呢不应该依赖你的里面不应该依赖外面，好，可是你外面可以依赖里面，也就是你如果要去使用的时候呢，你可以从外面来使用里面的东西，原则上是这样子。那你里面呢绝对不可以去使用外面的，你如果要使用外面的这个包括对外的 interface， 对外的这个持久层啊，这个之类的所有的东西呢，其实
应该是要透过一个依赖反转的这个依赖反转这个架构哈，所以你不会直接真的去呼叫到这个所谓的资料库的实作层哈，这个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做法哈，也比较可靠的做法哈，那在未来的发展会比较健康。再来我们看到所谓的Saka pattern，Saka pattern 是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在这个分散式的这个交易，分散式的交易控制里面呢，是用 Saka pattern 是一个比较唯一的解决方法哈，因为你在做这个所谓的你在做所谓的这个传统单体应用的交易呢，你是可以透过 DB 来控制的，可是在于这个分散式系统呢，你就不容易哈，你就不容易用，就是根本是没办法用到资料库来帮你做控制哈，没办法做到所谓的 transaction 啊，然后 commit 啊、rollback 这些动作都是不可能达到的，因此你就要做 Saga 哈。在这边我就先快速先讲一下哈，都大概有几个在微服务可能会用到的 pattern，后续有机会再跟大家详细报告。那刚刚提到的这个7个步骤，其实呢，我们会希望这7个步骤并不是。只用一次性的这样的方法来操作哈，就是说专案，比如说6个月不会，或者7个月不会，1个月跑1个步骤哈，而是我们会希望呢，每一个礼拜都跑一次7个步骤，好，就用滚动迭代，然后小步快跑的方式呢，打破这个传统瀑布式的开发哈，让这个开发效率可以更高，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哈，也避免那个危险的产生哈，这错误的产生，以及方向上的产生。其实，有经验的朋友大概都知道，很多时候呢，user 都会说，没关系啊，你去做这个设计啊，你去做拉个画面给我看啊。那当我画面拉好之后呢，他可能就有一堆问题，他可能就开始有一堆问题，你可能就写不下去哈，或者是说你写了6个月之后跟你说这都不是我要的，你要重来。那当我小步快跑，把它迭代的这个这个频率拉高，然后让这个每次交付的这个次数变多啊，我可能1、2个礼拜就交付一次，这样子是可以避免啊，也帮大家留下一点改变的空间啊。因为这个其实说实在的，business user 也是蛮为难的，因为它的市场变化很快很大，你如果不这么做呢，它也会受到很多的挑战啊，所以呢，它。可能还会倒过来要求我们，好，这也是大家需要互相体谅的一个地方。好，那这样子就是说，回到刚刚这个领域驱动设计这个或者说小步快跑这个方式呢，其实我们刚刚的7个步骤呢，其实是会用滚动迭代的方式哈，也就是画面上看到我每一个迭代呢，我可以让细节越来越多啊，细节越来越多之后呢，我是可以让这个内容越来越丰富哈，也就是可以逐一的去完成这个。客户的目标哈，这是一个所谓敏捷的，也是一种敏捷的一个操作方式啦哈。好，再看另外一件事情，这个也蛮有趣，蛮巧，就是说今天正好也跟一个客户聊到这一点哦，他说，哎，好像只有我们在提倡这一个方法论哈，这个叫做绞杀者模式。那绞杀者模式其实我们你可以看到，就是它是一个遗留式系统，那我怎样？利用这个，因为我是一个迭代的方式在进行我的应用开发嘛，所以我就可以呢，在我一个服务做好之后呢，我某种程度我可以先去取代遗留系统上面的某一个服务。那当我确认我的这个新的服务可以取代旧的遗留系统的服务的时候，遗留系统那个服务其实是可以不用，就是可以停下来，不用再动了哈，就是可以不用再处理的。那也就利用这样的方式呢，我逐一的把我的服务一个一个开发出来，那遗留系统可以逐一的缩小啊，这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做法哈，因为其实过去在几年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很多案子呢，其实进行的方式所谓的 Big Bang 哈，那 Big Bang 当然我有很多朋友参与在其中啦，过去的战友哈也是Big Bang 的受害人哈，因为在开发到完成之后的这个某一个时间，然后再把结果打开来哈，其实那过程很刺激哈，而且通常还蛮痛苦的。因此呢，如果说我们在于这个开发过程当中，我们经过一个适当的设计呢，其实我们是可以利用所谓绞杀者模式呢，让我们这条路走得更顺畅哈。
那如果说哎，你们觉得这样子还是这么快就会缩减遗留系统呢？另外一个妥协的做法就是你可以先评测啊、哦，那可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一定要去收集新系统被开发的结果啊、哦，被开发的结果到底有多少哈、哦？就是说这个正确性跟原来是不是一样的？好、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跟步骤哦。好、哦，那以上呢是一个方法论的说明啊、哦，这是一个方法论的说明，那提供给大家参考。好，我们赶快来看一个 demo 的例子哈、哦，就是说我现在用一个很单纯的订单系统啊、哦，一个微服务订单系统来展现，就是说我怎样来套用在Boris Exercise 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很直觉的看到，就是说左边是一个大家目前常见的一个现行的状况哈、哦，就是一个团队大家一起来开发一个单体应用。那右边是拆解之后的微服务哈、哦，那也各个团队呢是可以分工，那可以选用不同的资料库啊，或者是说同一个资料库再拆成不同 domain 啊，不同 table 啊、哦、来使用这个资料啊，就是说。微服务之间呢，不再去用资料库的资料来交换资料哈，而是说透过 RESTful API。那我在最近这段时间常常跟客户沟通的时候呢，遇到一个状况，就是说很多客户对于微服务是非常有信心，或者是说很兴致很高哈，想要进行一些微服务的开发。可是我觉得最后一个比较大的关键呢，还是在于。有一些软体工程的基本功，像测试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嘛。那在这个刚刚那个订单系统，如果套用到这个 Boris Exercise 哈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Service User 跟 Service Order 之间呢，它可以是一个同步的RESTful API 的呼叫。那这个Service Order 往下呢，它可能有一个所谓的 Payment， 然后 Inventory、哦、就是说仓库存，它这两边呢，是所谓的这个它是需要做一个 Saga、哦、是一个 Transaction 的一个动作、哦、那这边因为时间上关系，我比较没有办法细节做到这样的 Demo， 不过呢，我在这里呢，我可以做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说。Service User 到 Service Order 这边之间的彼此之间、哦、我在开发的时候我要怎么去做测试、哦、那我们再往下看一步，就是说订单系统的 Snap 1、哦、Snap 1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Service User 跟 Service Order、哦、我们今天就按照针对这两个服务来进行这个分析、哦、那你可以看到它可能有很多 API、哦、被你列下来，那在这里我先用中文来代替、哦、那资料库也因为这个如果开发过程当中还没有真的决定好你要用什么资料库，你当然可以用 H2 啦、哦、我这边也是用 H2 来代替，那因为我要展示的是测试的方法跟过程嘛，所以我只有先把 API 的部分先定下来、哦、那有什么 UI User Story 呢，这个跟这个 Risk 呢，我就先 bypass。 我今天要讲的一个测试的主题在于说所谓的Consumer Driven Contract、哦、这是一个 Spring 的一个框架、啊、Spring Cloud Contract。 那通常我们在做开发的时候，在做微服务开发测试什么时候测呢？怎么测还好啊？难不成就是等大家都开发好之后，在一起把它放到一起找个地方来测吗？这样子可能会时间上会比较不够充裕。因此，最好的情况应该是我在做这个当我把规格谈好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定下一个一个 contract 啊，有一个有 spec 了嘛，有规格了，我应该就可以有一个 contract， 然后再利用这个 contract 呢，去做一个mock 啊、哦，做一个 stub 啊、哦，去做一个模拟啊、哦，就是说当我打什么资料，你打什么request 的时候，我会回什么固定资料给你，那这样子 client 端 consumer 这端呢，就可以及早开始用这个模拟的模拟的这个mock 来做测试啊、哦，你就。好像已经把 server 写好一样，可是虽然 server 也还在开发，可是就根据这规格呢，也根据这个spec 或者是 example 呢，你就可以开始做开发、哦、这是一个比较合理、比较快速的一个完成的方式、哦、
我前面花比较多时间来跟大家报告整个就是说整个Swiss Mesa 的论述哈，以及这个相关 Clean Architecture 或者是Spring Cloud Contract 的部分哈，就是说里面的一些细节。那不过我们还是来看一下程式码哈，虽然前面时间花比较多，程式码部分可能比较没时间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我用的是这个Clean Architecture 的分层概念哈，那当然原则上你也可以要利用像是六角形架构的分层概念哈，在网络上其实也蛮多例子的。那我这边呢，主要的目的是要把 I/O 的，就是说像 Data 跟 Infrastructure 两个 I/O 层的部分呢，把它往外这就是单独被写下来哈。那另外在 Core Domain，在是这个核心的这个Domain 部分呢，我是也是把它单独把它写下来，在这边是放在 call 的部分。那如果说我的任何一个 use case 呢，需要去呼叫外部的，像是这种database 的部分呢，我是可以透过这个这边有个 interface 哈，透过这个 interface 呢，对外去做这个使用哈。那就是说一个反向相依的动作，哦，那也就是对interface 写程式，没有对实作写程式，哦，实作都会被放在 infrastructure 以及 data 这两个地方。这个是一个clean architecture 的部分。那如果谈到就是 Spring Cloud Country 部分呢，原则上第一个你要先在这边加上一个这个所谓 base class。那 base class 呢，其实是会需要去使用到就是说要第一个要先稍微修改一下，就是说你在star 点 spring 点 io 的 initializer 里面呢，spring initializer 里面呢去就是把这 dependency 加进来，然后呢要把这一个base class 加进来哈，对应的这个地方。好，那这个对应的这个地方加进来之后呢，另外一个就是在Groovy 哈，就是说你这边要有一个 Country 哈，这个有 Country，那这个 Groovy 呢，透过这个 Groovy 跟这个刚刚那个 Base Class 呢，它最后会产出一个所谓的这个测试的 Test Case 哈。我们看一下实际上的，我在这里呢，我就是Maven Clean，在这边我用 Maven Clean Install 这边开始，好。install，那它就会产出一个对应的一个 Java 的这个test case 啊，你可以看到，因为我刚刚的这个操作嘛哈，我刚刚那个操作让它产出一个对应的test case 啊，基于我刚刚的这个base class 哈，它 extend 出来的哈，这个由 Spring 这个 Spring Cloud Country 的这个框架呢，自动帮我长出来，然后呢，它会帮我打包出这三个 JAR 档。那其中这个 stub JAR 档呢，就可以给可以提供给就是你的 client，你的consumer 那一端。那它在哪里呢？其实你就可以请他把你的这个档案呢，可以把这个档案呢放在他的 Maven 的 repository 里面哈，按照这个 package 名称嘛哈，把它放在这里。放到这里呢，再要怎么使用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在 client 的部分呢，你其实就可以利用刚刚那个 stub 呢，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设定跟配置。好，那就是在这里。你只要根据这个去命名哈。然后把这个 artifact 啊，那个 group ID 呢，对应的设定起来。那我这边就可以去利用这边 BDD，我就可以，我这边就可以利用 BDD assertion 呢，就可以去写我的 test case 哈。我就可以根据你需要的情境呢，去做测试哈。那这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测试工具哈，那就是也是节省到你在等待server 端开发完成啊。当你有这个 country 的时候呢，其实你就可以快速的，你就可以快速的进行开发哈，就是不用大家互相等待啊。这边就是 while mark 啊，然后在这里会有一个测试的结果。
Wake 测试的结果哈。那这个是以上呢，是我今天的这个简单的 demo。那后续呢，我们也会尽量的再安排其他的时间哈，就是说再做一个更详细的介绍。好，那今天就谢谢大家的参与，那我们后续有机会再见，谢谢大家。